这是只螃蟹吧？哎呀，被缠住了！我说怎么一直在这儿不跑呢？算你运气好，遇到了我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开会的吗？这么多的拍打星，全部带回去啊，给它做成标本。喜欢这些小星星的小伙伴，打个666吧。水坑里发现一只漂亮的珊瑚，这样的真不多见。像这么好看的珊瑚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这只大海葵正在进食，可怜了这条小黄花鱼啊！大自然就是这样，弱肉强食。现在只剩下这个鱼头了，这应该是条鱼吧？哎呀呀呀呀呀！让我看看，身上全是沙子，身体跟沙子一个颜色，一条小沙板鱼。它是个窝沙高手，窝沙呀，害羞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个螃蟹吧？藏的是挺好的，你逃不过赶海人的眼睛。八哥蟹一只，说沙滩上发现鼓包，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一样，嘿嘿，是只海螺，出水了。前几天有个小伙伴说，如果能让小河豚生气，就让全班同学跟我点关注。小伙伴你在吗？